那你觉得克勤哥哥的带队方式是什么样的呢？他其实带队啊，这只是一个词，一个 title 而已，他并没有限制或者说规定我们要怎么怎么样，不是管理型的队长。对，不是不是，我们有很好的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能力了。我指的是在音乐这方面还有舞台的上面，他做的就是说把我们每个人想要的或者说优点然后串起来，那他算是那种有点站在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那种男人的感觉。哦，对对，是这样的。你看他要帮我们去做 PPT，对，然后去帮我们想一些造型的方案，然后根据我们去描述的那些感觉去做视频，然后给导演组去看，然后去把我们所有的东西然后串成一个落地的东西，然后转达给别人。贴心的潜能哥哥。那确实真的是对。